超级战士拉格，我在欧尼的岁月已经久到能让我了解真相。等这一切结束，在我贡献了那么多之后，他们会命令你杀了我们两个。 Osiris 活力小组，在过去72小时内，已经有5个殖民地发生完全相同的事件，都是大规模的毁灭。攻击来源是先行者 Catherine Elizabeth Halsey 博士联络上我们了，他宣称拥有这些攻击的资讯。Halsey 目前被星盟拘禁在勘察家星的地表上，你们的任务是空降到敌人战线后方，找到 Halsey， 然后把他带回无尽号。 还有一件事 ，Halsey 博士跟星盟的至高领袖朱远达玛待在一起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顺便。了解，指挥官。无尽号结束通讯，祝你们好运。追踪装备呢？上线了。喂，跳下去之前有谁想说几句话吗？如果上帝能听到我发抖的声音，那大家应该都醒。Luck，结束后请我们喝酒吗？你开口就你买单。 撤除安全措施。是，收到。Halsey 跟 M 大妈躲在前方先行者建筑物里，那就是我们的目标。所以是 Halsey 叫我们来的。他说发生了大事，然后给 Lasky 舰长能找到他的坐标。一定是非常大的事，或是个大陷阱，发现敌人。 Thank you.
安全了。继续朝 Hosey 的位置前进。是先行者士兵，在悬崖上，去追他们。士兵刚传送到冰墙的另一边。到处都有普罗米修斯，从中间进攻，但场面会很难看，或许能从旁边包抄。聪明的移动，有目标再开枪。简报时，我注意到博士的左手臂不见了，什么时候发生的？是就做的，但时间和原因不明。应该不是他们争执的结果，不然就会直接切下他的头。门被封死了。先行者的安全站一定在锁定状态。能解除吗？阿蒂密斯可以分析先行者系统，或许能找到复写这门指令的方法。这个阿蒂密斯是你某个旧欧尼玩具吗？类似。我说服 Palmer 指挥官让我们配备原型机。系统分析完毕，看来在接近房间顶端的地方有个复写指令的开关。来看看，这样应该就行了。
门开了。阿蒂密斯的确有用。Log， 你听。他们在攻击神殿后面，带巨怪号进来。我们要尊重先行者建造者，他们做的东西都很耐用，而且还塞到各个角落。我每到一个行星，都会被他们留下来的东西绊倒。最近越来越常发现先行者遗迹，有注意到吗？从发现雷彗星之后开始的。巨怪号在那里。坚守岗位，争取更多时间。巨物被逼急了。Well， 你怎么学会上腓力语的？我还小的时候被困在外交事务专用的飞艇上，在深太空中漂流了6个月。我只能选择无聊发呆，或是利用这段时间让自己变聪明。我们的目的地在这战场的另一头。小心巨怪号，星盟想用它来突破普罗米修斯的防线。我可不想卡在他们中间。继续朝 Horsey 的位置前进。建筑物里的某个地方，如果我们能好好执行任务，一次就能把目标带回家，还能终结星盟。普罗米修斯背弃 M 达玛时，他的威信一定受到打击，毕竟他被视为先行者先知时有很多追随者。主 M 达玛是个投机分子，不是领袖，他所建构出来的星盟一定会瓦解，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罢了。我想瓦解的时间可能会比你想象的还要早。
我们接近 Hosey 的位置了，剩不到100公尺。我拿到新的先行者字符的扫描结果了，其中一个是完全没看过的。我透过系统分析另一个字符之后，发现它的设计跟某个古老的象背符号很类似。有提示，是新种类，就像欧班星的人回报的那种。集中火力攻击破损的护甲。别让他们去找 Hosey， 我们要他活着回去。击倒了，快来帮我，我需要帮忙。那肯定是发光的地方没有防护，快射那里。我们继续去找猴子和舅。有关随机调节的细节吗？又是人类的讽刺。原来你有学到些东西啊！你宣称你能操控，我可以。然而我并没有宣称这是可以立刻办到的。安全性使命，没有时间拖延了。你也要用符合我该戴之手高贵的身份态度来对待我。看来你的手指已经公然叛变了，手啊！够了。嗨，大帅哥，你的工作发现目标，这地方无法满足我的需求。在他再次传送信号时，我必须用三角电。我受够了，博士，你搞了好几个星期，完全没有成果。舰长想跟你谈谈。你们总算来了。Osiris 火力小组，你们可以在11号停泊区降落了。
舰长三周前就传送我的位置给你，我早说过会发生这种事。我们在私下讨论，博士。帕默，他做了什么？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了？做得好 ，Osiris。那是怎么一回事？自从新训之后，我还没看过士官长这么逼迫自己。他没事 ，Fred。这么多不间断的任务，怎么会叫没事？S117呼叫无尽号，蓝队已经找到了音乐，有敌人活动的迹象，船完好无缺。我们收到了117，请消灭所有的敌人，夺回音乐，准备好去行动。知道了，无尽号。117结束通讯。这给你，谢谢你，凯莉。大家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你没问题吧？蓝队，出发。19个月前突然消失，上周齐格雅尔清道夫发现了他，把他卖给 Julian Dama 的人。青光星盟把研究站还给欧尼。要夺回他最快的方法就是占领中控室，我们要沿途杀死敌人，然后关闭重力和生命维持系统。船上的资料中心就在前面，我们可以调出银月的结构图。看来他们在设计新型的逆踪船舰。他们失去了研究站多年来的研发成果。小心点！
系统被锁住了，蓝队，我需要帮忙。资料中心就在前面，走吧。资料中心，我们有研究站完整的资料安管钥匙，我们应该能调出影月的结构图，然后找出前往中控室的路。已接受资料安管输入项目，存取资料库，带走资料，还有人口地图。只要通过前方的组装厂，就能到达中控室。停机棚里还有山猫号，没有欧尼的人活着逃出来，对吧？没有。走吧。升降梯。实验船拆开来找零件，清道夫他们拿走了能找到的所有物资。西蒙对抗神风烈士的战争一定不是很顺利。虽然居韦达玛很厉害，但他不是先知。去船坞最快的路就是经过前面那道墙，冲过去吧。我们走吧。遇到敌军，打到了！为了人他们的荣耀而战。
管火箭发射器。穿过那些门就是中控室。猎人，